真禁忌法大寒无次，素稳云天寒无次，天温无疑，月升无泄，月满无补，月郭空无滞，心内无次，以次无内，大怒无次，以次无怒，大劳无次，以次无劳，大罪无次，以次无罪，大宝无次，以次无宝，大饥无次，以次无饥，大渴无次，以次无渴，乘车来者，卧以休息如食寝，乃次之，步行来者，坐以休息如行十里寝，乃次之，大惊大恐，必定其气乃次之，次中心一日死，其动为一，次中肺三日死，其动为咳，次中肝五日死，其动为雨，次中皮十五日死，其动为吞，次中肾三日死，其动为涕，次中胆一日半死，其动呕吐，次中膈为伤中，不过一岁死，次夫上中大脉，血出不止死，次阴谷中大脉，血出不止死，次面中流脉，不幸为盲，刺客主人内陷中脉，胃内漏，胃聋，刺息并出液，胃薄，刺头中脑户，入脑即死，刺舌下中脉太过，血出不止为阴，刺臂太阴脉，血出多者即死，刺足下部落中脉，血不出为肿，刺足少阳脉，重虚出血，舌难以言，刺中大脉，令人仆脱色，刺阴中陷中肺，胃喘逆氧息，刺气冲中脉，血不出为肿属息，刺肘中内陷气归之，胃不屈伸，刺脊间中髓，胃与刺阴骨下三寸内陷，令人疑逆，刺乳上中乳房，胃肿根实，刺腋下斜肩内陷，令人咳，刺缺刺肠内陷，胃肿，刺目眶上陷骨中脉，胃漏，胃盲，刺关节中腋出，不得屈伸，神停，筋不可刺，上关，刺不可伸，缺盆，刺不可伸，颅膝，刺不可多出血，其中，筋不可刺，左脚，刺不可久留，云门刺不可伸，今云门多忌不刺，宜详悉之。五里，今不可刺，伏兔，今不可刺，按甲乙经伏兔刺入五分。三阳络，今不可刺，复溜，刺无多见血，成筋，今不可刺，然骨，刺无多见血，乳中，今不可刺，鸠尾，今不可刺，头围，今不可久，晨光，今不可久，脑户，今不可久，暗门，今不可久，风府，今不可久，阴室，今不可久，下关，耳中有干室滴，无久，耳门，耳中有脓奶室滴，无久，人迎，今不可久，阳关，今不可久，丝竹空，久之，不幸使人目小即盲，成气，今不可久，脊中，今不可久，乳中，今不可久，元脉，今不可久，石门女子，今不可久，白环鱼，今不可久，气冲久之，不幸不得息，冤业久之，不幸生脓石，天府，今不可久，惊渠，今不可久，伏兔，今不可久，第五会，今不可久，鸠尾。